传车亲切跟乡亲父老把钢筋，南投县立委候选人许淑华跟韩国瑜合体拉票做最后冲刺。除了替自己冲选情，也不忘帮韩国瑜拉票。两个人车队扫街，互相拉抬人气。每到选战，许淑华可以说是行程满档，忙翻天。美女超人许淑华，耶、yeah, ，超辣！前一晚才又变身神力女超人现身凯道。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神力女超人战服再现，许淑华要复制九合一大选的胜利方程式，力拼把韩国瑜送进总统府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晚上的声音要大一点，让他听到百万人民对他的怒吼，好不好？好。露出手臂，修长美腿，有了台下百万支持者的热情，许淑华也不会感到冷。而梦时代选前之夜，许淑华也要担纲主持人，把握最后的造势机会，夺回执政权。记者南投综合报道。